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屁酒防御想定四，灵活防御对策元神安固诸方之助援 6.9 一更活动攻略助援获取方式防御想定进攻想定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一跑点第四关开始。这边看一下小地图啊，是左路和上路，把这个塔放在左路，然后把乖放在这个两条路中间，别往正中间放啊，准备接敌。然后我们技能是回血的，好像是。后会有期。有这要结束吧，这边出了个球，把球捡一下，后会有期。然后走路出这个蚊子，蚊子的话就是奶一口。大哥你奶这个球啊，很是很算了。把网中间一放，准备接底。他这个技能释放这个选取就有点难受，让人难以理解。好，给这个球奶一狗，就这样结束吧。后会有期，就这样结束吧。啊，他打到我水晶了，后会有期啊，好难受，是，呵呵，血亏。漂浮灵放下，等他回过去，准备接敌。你看这种误伤就没办法。就这样结束吧，这属于是天灾了，就这样结束。这边再放的冰漂浮灵翼，快，后会有期。海马放过来，再放个火漂浮灵，再用技能奶一下。这边塔再攻击一下，这边搞定。